女孩长大会变成女人，男孩长大不会变成大男人，只会充满中二魂，新风之谷全新改版，体验经典，趁现在轻轻松松掏出那破亿的伤害，新风之谷亚克上线，暗黑势力全新降临，回谷体验一起98。加拿大同五双牌盗刷低端操作，欢乐送头，欢迎收看老天鹅快报。台北要上班上课干，做坏事的人也是分等级的，抢车子的是银牌，抢赌场的是金牌，抢银行的就是钻石，那抢全国人民的就肯定是精英牌位啦。这不重要，咱们说好不说政治，今天要说的是一对可歌可泣、可怜可悲、可叹可笑的同母盗刷情侣档。这对情侣在超商盗刷信用卡，但技术实在太差，就被发现惹，然后星星出现在荧幕右上角。这不重要，反正就是警察马上来惹，接着就是改变人生的三个选择。这个时间点很重要，当跟女友一起面对警察的时候该怎么选择。没错，他选择放弃了女友跟衣服，奔跑吧男孩。当警察拿枪对着他的时候，第二个选择再次出现，他选择拿两个手榴弹，直到他发现那个是两包不会爆炸的软糖。他妈的软糖打得赢，你以为是手榴弹造型，你就说 SF 害人不浅啊，年轻人你这批比石奴比狗狗还蠢啊。就当男友在扣丝表演内马尔的时候，咱们女贼跑去解仓库任务了，玩过 CS 的都知道，除了前后门就只剩下通风管了，这就是第三个选择，然后就开始他的奇幻旅程了。没错，他摔了出来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呆呆的站在警察前。可惜你不是沈佳宜，你他妈是智障佳宜。三个选择，两个智障，只会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飞到另一个灿烂天空，完美落地。老天鹅快报，我们下次见。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，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。